迷你世界中的拉舍尔，他的武器是不存在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拉舍尔把自己的魔法棒拿在了手中，很多小伙伴说拉舍尔的魔法棒是存在的，错，他的武器其实从来都不存在，他也用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拉舍尔非常的可爱，如果你喜欢拉舍尔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拉舍尔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好朋友，名字叫做苔丝，并且他和苔丝去旅游的时候，他的手中也拿的是魔法棒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进入游戏以后，他的魔法棒就会消失啊！由我去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，喜欢拉舍尔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！すごい。那么拉舍尔他武器是存在的吗？今天我和学姐决定做一个实验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前方就是野人，此时的拉舍尔他已经遇到了危险。我们发现野人打我，我已经开始掉血了，但是拉舍尔的魔法棒还没有出现。你们可不要忘了，拉舍尔的魔法棒是拥有超强魔法，是可以保护拉舍尔的。但是拉舍尔都嗝屁了，他的魔法棒依然都没有出现，所以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拉舍尔的武器它其实并不存在，你们知道了吗？